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计时。返回器主伞开伞正常。嫦娥五号返回器历经23天完成了我国首个月球采样之旅，带着来自月球的月壤月岩，它终于顺利地返回地球了。那么能够看到在它的周围，我们的工作人员拉了一条警戒线，那么我们的专业人员在进行处置的工作，而我们的嫦娥五号顺利地回家，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激动的心情。2020年12月17日凌晨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顺利返回地球，着陆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作为中国探月工程拿到的第一张返程票，嫦娥五号返回器的回归万众瞩目。而为了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着陆地球的嫦娥五号返回器并转运回北京，在此前2个月的准备时间里，从空中到地面参与执行这次任务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不仅有着目标体积小、搜索范围大的特点，同时严寒暗夜的环境也给搜索回收任务带来很大的难度。对于携带着月球土壤岩石样品的返回器来说，一旦月球样品暴露在地球空气中，就会受到各种污染，所以搜索回收队员必须赶在第一时间找到返回器。这项任务就落在了搜索回收队员的身上。嫦娥五号返回器的预计着陆时间是在凌晨2点，所以说针对搜索回收任务的演练呢，也几乎都是在晚上来进行的。过来之后我就看见，才看见的。刚才那个雪厚的那一块过来之后就这样了。我不知道，不能啊。这是发生在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的一次演练途中，地面搜索回收三组的一辆任务车辆出现故障，搜索回收任务被迫中断。53号，报告。53号，请讲。猛士3号、08号猛士车辆故障，2个后轮胎没气了。此次担负搜索任务的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搜索回收大队与陆航空中直升机分队联合组成空地协同联合搜索队伍。此次任务由6架直升机分队和3组地面搜索回收小组组成。
搜索回收任务中，各搜索回收力量要前往核心搜索区域周边的待命阵地进行等待。北京飞行控制中心会根据监测到的返回器飞行轨迹先后六次进行落点预判，当接到第六次预报落点通报后，空中地面分队分别从待命点向返回器落点搜索前进。此时地面三组在前往待命阵地的途中出现车辆故障，作为撤退指挥员的孙亮心里十分着急。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换两个备胎，换备胎继续执行任务。头朝外面打起来，把下面铁把下面冰敲一下。对上了吗？下面有冰，摇摇下面有冰。温度非常的冷，现在已经有零下20多度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刚才在进行这个排查故障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他们的这个车底啊，因为有大量的积雪，然后包括之前的这个结冰，所以导致他们现在的这个检修的这个过程也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隆冬时节，天气低温严寒，道路积雪结冰，为了准时在凌晨1:30到达待命阵地，孙亮带领了地面三组提前10个小时从单位出发。他们行驶的路程最远，因此面临的道路情况也更复杂。经常像这种爆管这种情况，就是导致我们轮胎这个整个没气了，这不跟低温有关系吗？有关系，它主要是把这个管子冻脆了，冻到一起了，下面有管子，下面有冰。有冰之后，就是咱们在开的过程中，可能就是一碰它就容易断掉，是吧？对，它碰着它那一碰着冰，也就把那个给碰断了。车辆故障的原因是在夜间近乎-30摄氏度的天气里行驶了8-9个小时后，由于连接两个后车胎的自动充气阀被冰雪覆盖而冻裂造成的。那么队员们该如何在严寒天气下排除故障，又能否准时到达待命阵地呢？咱们地面现在结冰的时候，之前你不好支，同时是两个胎都是没气的话，因为它的接地面已经降低了，之前你不好支，必须得两个铅底同时支起来才能一起更换。那么能够看到，因为天气太寒冷了，所以平常5到10分钟就可以解决一个换轮胎的事情，但是今天现在已经将近有快1个小时了。此前连续2天的降雪使得气温骤降，积雪加深，有着丰富搜索回收经验的孙亮犯难了。因为在东风那边啊，它这个冰雪天气很少，下雪也非常小，基本上没有遇到过这种天气，只是低温，但是这个冰雪啊没有经历过，在这方面还是缺乏一定的经验。孙亮所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搜索回收大队常年在位于甘肃酒泉的东风着陆场执行任务。东风着陆场区虽然涵盖了沙漠、戈壁、山地等多种着陆地形，孙亮他们也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执行搜索回收任务。对人员和车辆装备来说，风雪、严寒等恶劣的气候条件都在考验着他们。下面通报返回器第五次落点预报。另外两个地面搜索回收小组已经陆续到达待命区域集结，距离第六次落点预报只有15分钟的时间，他们能够完成故障排除吗？下面结冰的，过上了吗？地面比较滑。
冷不冷？我感觉我的手都冻僵了。我倒是不怎么。猛士三号已更换完轮胎，是否原地等待？终于，孙亮带领地面搜索回收三组经受住了严寒的考验，他们克服重重挑战，度过了惊险的一小时。尽管还是比往常到达待命阵地的时间晚了很多，但最后队员们成功排除了故障。任务结束后，孙亮还在为任务中遇到的故障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做好预案。随着环境的变化，孙亮决定对车辆做一个小改装。比如说平时我们气压2.5，到沙漠里面就会换成1.0，啊，它自己要发气，出了沙漠以后还要充气，所以说这个气管不能断，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我们不管是在公路上还是在草原上，因为草原上也比较硬，我们都要需要一个气压就可以了，不需要放气，也不需要充气。除此之外，记者还发现，为了应对严寒的天气，保证任务顺利完成，孙亮和所有搜索队员们想了不少办法。看到啊，在这儿，我身边有一个被大家称为神器的，大家亲切地叫它小太阳，而它的作用就是一个暖风机，把手伸在这儿，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暖和。然后这个作用呢，实际上是为了给我们的这些车辆来融化积雪的。第一次在严寒条件下执行任务，面对环境的改变，很多应对的办法随之产生。后面是个雕，包括我们针对这个严寒，这个加装这个低温启动装置，开关在车的内部，如果温度低启动不了，我们先把低温启动装置打开，它会加热这个发动液，加热了以后，也就是加热了这个发动机，基本上加热15分钟，车子就是一打就着了。和所有搜索队员们一样，孙亮他们就是不断的通过实践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了能够在任务当天做到万无一失，他们面对难以想象的寒冷与压力，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顺利实现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在这载入史册光荣时刻的背后，默默无闻的中国航天人经历了怎样的艰苦探索，又凝结了多少智慧与心血。在他的周围，我们的工作人员拉了一条警戒线，那我们的专业人员在进行处置的工作。军事纪实记者走进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记录中国航天人如何应对挫折、压力、难题，又如何在挑战中取得胜利。军事纪实本期播出《嫦娥月梦圆》，备战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纪实。除了地面搜索回收分队外，空中直升机分队也是此次搜索回收任务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由于直升机机动性强，能够以最快速度到达返回器的着陆位置，借助直升机上加装的探照灯和红外远程光学探测设备，他们将是最早展开搜索返回器任务的。这天晚上，又一次针对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的演练正在进行。此时，北京飞行控制中心刚刚传来嫦娥五号返回器第三次落点预报，意味着距离返回器着陆只有10几分钟的时间。
此时意外出现了气象变化，让空中直升机分队接下来的搜索回收任务充满了未知。现在的天气情况是已下雪了，并且有两架直升机进云了，所以这个概念就是说直升机可能是现在不具备执行任务的条件的，有可能就要由地面分队独立去完成任务，有可能地面直升机就不去了，就下不去了，因为气象条件不允许。与地面搜索回收小组一样，空中直升机也要首先到达核心搜索区的边缘上空，等待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后，直升机分队根据落点坐标展开搜索任务。然而，刚刚到达待命空，他们就遇到了意外情况。刚刚演练的时候，我们六架飞机进入待机空域的时候，其中有四架飞机就发现空中有下雪，而且有低云，这个空中呢还有不同程度的结冰。我们现在通过这个窗户，外面什么都看不到，看不到，一片漆黑。但是刚才他们说，现在外面那个天气情况呢，出现了变化，因为下了雪。那么如果说受到天气影响，我们的飞行不能再进行空中的这个搜索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搜索也就会带来更大的一个难度，就是完全要依靠我们的地面搜索力量来进行搜索和回收。把所有的这种困难汇集在一起，这还是第一个。比如说以前是冬季的时候，它不是这个晚上，而是白天。以前是晚上的时候，它不是冬季，也许是夏季，它的地球所以没这么寒冷。所以这次它把所有的困难条件都汇集在一起，相对来说这次任务压力就比较大了。飞机进入云中，云中温度低，湿度大，很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结冰，而冰块一旦进入，打坏发动机，很可能造成直升机空中。这意味着空中直升机分队将会面临极大的安全风险。我们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做到舱落人的，对，但是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真的是感受到舱落人道的这个目标要真正去实现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完备的整个任务的一个部署，但是依然还是会受到气候天气等各项条件的这种制约。那么目前来说，现在外面已经下雪了，那么如果这个下雪的气候条件对我们的飞行造成的影响，那么可能就会中断这个飞行搜索的。直升机飞行对气象条件要求高，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让记者感受到了飞行指挥员陈实此前在采访中所说的前所未有的难度。尽管不知道直升机能否继续起飞，但搜索回收队员们还是按计划做好了任务准备，都在等待着指挥机命令的下达。尽快脱离这个结冰的区域，把它打开我们飞机上的所有的防突冰设备，这样才能综合来把各种情况预想到了以后，把飞行速度要调整下来，高度要调整下来，这样才能安全才有保障。此时在飞行指挥员陈实的指挥下，六架直升机开始调整待命空域。面对复杂恶劣的气象条件，又加上在暗夜条件飞行，陈实他们能够完成这次飞行任务吗？内蒙古四子王旗航天着陆场不仅严寒低温，而且还是有着1000米海拔的小高原，这些都为直升机飞行带来极大的考验。在调整过程当中，如果调的位置仍然有结冰的现象，仍然有下雪，可能后边的任务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是心思悬的。原来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指挥员陈实在了解了周边气象后，大胆地做出了一个推测，决定了他们可以继续执行搜索回收任务。我们四架下雪的飞机
在整个待机空域的东侧，整个风向从西往东吹，那么我们就判断，大概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整个的从西侧的好天气会逐渐的把东侧的坏天气继续的往东推，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个天气应该是转好的，所以我们就决定继续执行任务。终于，位于下雪和结冰空域的四架直升机调整了飞行高度，六架直升机在原本900米高度层的飞行条件下调整为300米，也就是每架飞机中间的高度差只有50米。对于在暗夜条件下飞行的飞行员们来说，这样的挑战与压力是前所未有的。意味着就是飞行员要密切关注空中其他飞机的情况，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生危险接近或者中间相撞。正常我们要求的高度是300米，今天只调到了50米。凭借着精湛的飞行技能，直升机分队及时避开了气象变化造成的影响，顺利完成了演练任务。演练结束后，记者还了解到，在执行任务中，因为气候严寒，一架直升机的前挡风玻璃竟然被冻裂了。这个位置的挡风玻璃冻裂了。主要是在正前方啊，冻裂之后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挡视线，实际最严重的还可能这个玻璃碎掉以后，这个碎片伤人，同步呢，这个一旦没有前挡风玻璃的话，咱们就到饭店组的那个四川那个航的航班一样啊，虽然直升机的速度小，但是呢达到100以上的速度，这些都是不了。所以后来他们当时的素质呢非常好，减速到120，所以自主啊分开玻璃的继续的扩大跟飞机的过程。回去以后呢，我们就紧急联系相关的厂家，利用3天的时间将这个玻璃的重新的换上去。此时记者对直升机飞行员们要面临的未知和挑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任务准备到完成嫦娥五号返回器搜索回收任务，搜索回收队员经历了无数的未知与探索，克服了严寒和暗夜的种种新挑战。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收官之战，在这场空地协同的完美配合下圆满落幕，而这背后更凝聚着每一个岗位的航天工作者兢兢业业、精益求精、迎难而上的刻苦精神。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们一次又一次在充满未知的挑战中取得胜利。身后就是四子王旗迎宾骑兵连的骑兵们，他们也顺利地到达了嫦娥五号返回器着陆的现场。能够感受到现在的室外温度非常的低，所以这个马的身上现在都已经结冰了。这一路过来，他们应该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嫦娥五号顺利地返回着陆，我们现在的心情也都是非常的激动。